18日，韩国歌手尹宝拉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传了和少女时代成员 Tiffany 一起在迪士尼乐园游玩的照片和视频。画面中，两位小姐姐头戴米妮耳朵发卡，身穿同款樱桃印花连衣短裙，时而眯眼甜笑，时而肚子卖萌，十分可爱。闺蜜装配上细白大长腿，实力抢镜，秒杀一切路人。粉丝纷纷评论：两位腿精加颜霸姐姐真的是很好看了。我姐姐是可爱本人没错了，腿精的见面还穿闺蜜装，羡慕这姐妹情啊！